本小区发生紧急情况，谁呀？请大家立刻回家，不要出门。你干什么？我是隔壁邻居。你来我家干嘛？我家停车场进一下厕所。本市有小区发生异常情况，目前已经封锁整个小区，如果发现有人被咬，一定要将其隔离。你赶紧出去！我这个没事儿，你别过来啊！就是不小心。爸爸，你们俩没事吧？老公，你快回来！你们先出去，我马上回来。小区已经封锁了，我家人都在里面，任何人都不准进。 吃人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说是什么境外国际公益组织给咱们小区免费送生活物资。哎呦，还有这种好事呢！谢谢奶奶。妈妈，正规的肉类都会有人追溯码，而这盒连基本的商品信息都没有，这肉看来很有问题。境外投毒。 这种话可不能乱说，年号年号，我说哪发现？病毒感染者具有攻击性，传播途径为迅。哎，嫌犯，怎么了？幸好我吃之前看了一眼保质期，不然毒死我了我都不知道。怎么回事啊？我每天都有检查保质期的，把钱退给你吧。不行，法律规定食品过期了赔偿1000。 货柜上一般都是从疫情生产的火腿，我家的火腿都是上个月生产的，而你那罐却是去年生产的，该不会是你自己带进来的吧？万一刚好有一个一直没卖出去呢？监控查监控，你可别污蔑我。看啊，我从拿火腿到现在一直在你们监控之内啊，根本不可能掉包，赔钱。哎，好吧。 他在购物过程中总是时不时的找寻监控的位置，出门后也不立刻离开，而是在监控刚好能拍到的地方拆火腿，看来是故意将自己圈成置于监控之下。不过确实也没有机会掉包，赶紧的，等等，看来是团伙作案。如果我们猜错的话，会用家用气球遮挡住监控，然后偷偷将过期火腿放在货架上，等哥哥离开后，直接在店面购物吧。这都是你的猜测。 监控又没有拍到证据，你可别乱说。这不巧了吗？现在有证据了，还想跑？然后有人敲诈，赶紧报警。你先下去遛阿毛，我上完厕所就下去找你啊。又有小狗丢了，最近好像经常有狗狗被丢啊。哎，你家狗好可爱啊，这是什么品种的？斗牛犬。阿毛，别叫它。这种狗多少钱啊？一般？这个。 挺便宜的，没多少钱。阿毛，我们走。冬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找你半天了。爸爸，我们赶紧回去吧，阿毛累了。你好，你能帮我填一下问卷调查吗？拜托了，我今天就最后一份了，要不我都下不了班。哎呀，这很快的，就2分钟。 谢谢啊，爸爸。遛狗时不管遇到任何情况，牵着绳都不能离开手。啊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最近好像经常有狗狗。爸爸，你看，0号有人偷狗，赶紧。刚打扫完，谢谢阿姨。有人吗？打扫清洁。阿姨不是刚打扫结束吗？有人吗？ 都是我的吗？一年以内的下蛋的，我在二楼厕所，你赶紧过来接应我。不好，拐卖孩子的。有顾客的孩子不见了，请大家帮忙注意一下，周边是否有可疑人物。爸爸，他是人贩。周边。还说谎！哎，你干嘛呀？不好意思。糟糕。 他从厕所离开，让我再次在商场看到他，瞬间只隔了短短10秒，前后，使用不同侧肩膀背包，你赶紧过来接应我。看来是跟别人掉包了，而这段路程是经过了男厕所。
里面没人啊。左边是死角，右边出去。商场里有监控，一定还在里面。爸爸，我们在门口等着。林浩，有人拐卖婴儿，赶紧报警。顾美，你去楼上帮我们姐拿下身份证，在我卧室柜子的包里哈。好的，文文姐。他不是整理收纳师吗？怎么会这么乱？难道？果然，家里来过人了，27.5厘米，对应身高至少1.8米以上，看来是从窗户爬进来的。妈妈，我发现了，不就是玩具原来在文文姐家里？哥哥，你是文文姐的新室友吧？她前两天提到过。啊，这，哎，你是文文姐的新室友？室友？东西我拿了，我们走吧。文文没室友啊，她是小偷吧？看来文文姐已经被盯上很久了。你说你这出门身份证就不带，我哪知道这摩托车突然没有了，现在回不去了。明明昨天刚加满，加油还得用身份证，费劲。你看我朋友圈刚发的照片好不好看？我知道了，他们通过朋友圈定位找到文文姐，再将她摩托车的油抽干，还拖延回家时间。另一边，则从窗户爬进来进行盗窃。妈妈，赶紧。你好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不用了。切，不给面子啊。姐姐别喝，刚才那个人想跟你握手时并没有把手放在你面前，而是故意放在水杯上方，他往你水杯里下药了。赶紧走开，不要多管闲事。小朋友别乱跑，快去找你家大人啊。到底什么情况啊？不好，他刚刚喝水时并没有吞咽动作，难道他是故意装作喝了药，充当诱饵？这太危险，得阻止他。这次药劲还挺大，人睡得可香了。姐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昨天我闺蜜就是在这里失踪了，我想用这个办法看能不能找到她。你应该报警啊，这样太危险了。他回来了。哪儿来的声音？还晕着呢，不着急。王浩，什么情况？赶紧报警。啥？我说王伯伯刚给我的西瓜，我放冰箱了。爸爸，王爷爷前天突发心脏病，已经走了。不可能。我清清楚楚看到的是王伯伯。老公，你确定你看到的是他？对啊，就在楼下。回来吗？哎，王伯伯，这西瓜你带回去。啊、不用不用，我家自己种的，让顾美尝尝。那行，谢了啊。对，西瓜。不可能，他就在楼下。王伯伯。西瓜甜吗？啊、挺甜的，谢了啊。看来爸爸的确产生幻觉了。爸爸，你刚才都吃过什么东西？我从火车站直接就打车回来了，什么也没吃啊。爸爸，你刚才抽烟了。哦，哎呀，今天坐车太累了，我就。是别人给你的吗？是。刚刚下车有个哥们问我借打火机，也让我来一口。我这坐车坐头晕，就在小区门口抽了。谢了啊。我知道，妈妈，赶紧打120。嗯，打120干嘛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王浩，有人在路边散播毒品，赶紧报警。